准备好大小毛笔，洗好盘子，滴点浓墨，笔尖蘸墨刮干一下，再蘸点清水，大胆开笔，毛笔要边画边滚边擦，再蘸点浓墨进行渲染。非白处行笔速度要快，上下来回的这样拖画寸擦，让山峰产生特殊的非白肌理效果。蘸点淡墨在山的底部进行渲染，再用淡墨一笔画出远山，泼墨寸擦画法完成。